嘿，你早上又怎么打成 Licky？ 欢迎来到我 Studio， 还是你应该叫我两金看神？我的眉毛变得好粗好粗，好可爱哦！嘿，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玩 Attack of Bedtime， 我们今天来玩不对，我们今天没有玩东西，我们今天来教 Bob 们怎么去在 Attack of Bedtime 里面跟朋友一起做连线。相信很多 Bob 们看了阿神怎么去安装、怎么去登入、怎么去下载 Attack of Bedtime 之后，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说，说阿神，我想跟我的朋友一起玩，都可以看到你跟米奈、跟我还有阿千一起玩，我该怎么在 Attack of Bedtime 里面去做连线的动作？其实要在 Attack of Bedtime 里面去做连线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会需要用一下 ESC 键，这边有一个公开键局域网，相信很多 Bob 们看到局域网脑袋就一片空白，局域网是什么东西？我们换另外一种说法，公开键区域网路有没有比较耳熟能详一点？也许你曾经去用过下载过 HowMuch 这种东西， HowMuch 它就是一个可以把你的网路还有你朋友的网路模拟成一个区域网路的东西。那今天阿神在这里介绍不是 HowMuch， 今天阿神在这里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模拟器的软体，它叫做Mextra。 那首先我们会需要去下载 Mextra， 那打开我们的浏览器，不管是 Google Firefox 还是你的神奇的 IE， 然后在这边打上 NMATRIX， 如果没有拼错的话，拼错 NMATRIX 这样子才对。那这边会有一个首页的东西，按到首页里面之后，阿神有点烧瞎，昨天去唱歌，嗨，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可以下载的地方。如果你是在半年后或者是一年后看到这部影片的话，这边可能会是有更新的版本，下载最新版就对了。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边不能按，是阿神骗你吗？不是不是，你要点一下旁边的广告之后再把广告点掉，那你可以按一下立即下载，之后它就会开始下载你的 Mextra。 那等它下载好之后把它点开，它不同于 HowMuch 的地方就在于 HowMuch 它需要安装，但是 Mextrix 不会需要安装，所以你只要点两下马上即点即开，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是我觉得比较酷炫的地方啦。因为 HowMuch 如果你换了一台电脑，你还要再重新去安装，不知道装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进去，但是 Mextrix 它只要点两下你就可以去使用它，关掉它就不见了，就这么的简单。所以你可以按一下启动，那这边可以看到你的区域网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模拟出来的区域网路。之后刚开始 Bob 们应该是这边会是空白的，所以你们会需要创建一个区域网路出来，你们可以点一下网路，然后看一下建立新网路，在这个地方随便取一个你的区域网路的名字，像我可能会取一个 OUO 惊叹号惊叹号，然后密码也可能取个 OUO 惊叹号惊叹号之类的。那类型这个地方不要去更改它，直接按建立，你就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区域网路。再来，你的朋友该怎么到你的区域网路呢？一模一样的动作，他一样去需要去下载这个东西，然后按一下网路，之后加入现有网路，之后打上你刚刚的区域网路的名字还有你的密码，他就会跑到你的里面来咯，就像是这个是阿千、米娜还有 Game。 当这个动作完成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关闭，它会缩小到这个地方。那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按一下公开之局域网，然后这个地方的设定就看你有没有要去更改它，按一下左下角的建立局域网世界，好了，你会发现在你的就是打字的地方会出现你的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本机游戏的网路桌，那这个地方上面是写看一下哦56673。那你的朋友在外面的时候，假如我现在是你的朋友，当然你游戏不能关掉，你一定要是持续打开，你的朋友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打，像是看一下哦，这是刚刚阿神测试的东西，像我们刚刚的东西是56673，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前面这个东西就是你的 Mextrix 上面的这个东西，6.0.133.90，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它一定要加进来。那基本上只要打上这个按下加入伺服器，它就会到你的游戏里面来咯。那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要跟 Bob 们讲说，就是你的防火墙一定一定一定要关掉，假如你没有把防火墙关掉的话，你的朋友绝对绝对绝对进不来。非常重要，所以要讲三次。那我这边有把我的就是诺顿的防火墙关掉，也把我自己电脑系统本身的防火墙也关掉了，所以 Bob 们特别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把自己的防火墙关掉，前面的步骤没有做错的话，大概 80% 以上你都可以连得进来，当然会有一些因为自己电脑上的设定多多少少有可能会没有办法连进来，这一部分 Bob 们可能就要自己去网络上查查资料，但基本上的方式只要做这些动作 80% 以上你绝对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那一个小小的教学给 Bob 们，希望 Bob 们喜欢这种小小的教学影片，如果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在整下角个喜欢，在整上角个订阅，下次半夜不能去唱歌。喜欢影片的话不能等一下，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不能在半夜唱歌，也不要在
唱歌完之后再拍影片，不然你的喉咙会非常非常难受。如果认命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喜欢在左上角给订阅实时影片频道，实时跟踪影片动态。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咯， See you guys， 拜拜。